高海玲今日一早就喺社交网站嘅限时动态分享出外跑步嘅短片。只系天文台早于清晨嘅6:40改发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，而高玲就冒住风雨，着上露腰运动装，外衬一件白色风褛，就喺风雨之下跑步。佢更加兴奋咁表示跑完咗5公里，开心得好似个小朋友一样。高玲再贴出全身相，并高举 V 字手势喺海旁影相。佢更加用跑步嚟比喻人生。